cover anything up, right? How to describe Frank? Well, there's the head, of course. He never takes it off. You think it's weird? Would it help if I said my facial expressions out loud? Welcoming smile. Delighted look. Well, what goes on inside the head inside that head? I find this inspiring. Is music. Something is pressing up against! Frank, people should know about you. You should be famous. Flattered grin, followed by a bashful half smile. Stop saying your facial expressions out loud. It's extremely annoying. You've been offered a really important gig, South by Southwest, in Texas.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us. We could be big. What game are you playing? Filling Frank's head with these ideas? I can't hear you over the sound of the bubbles. Someone needs to punch you in the face. Here we go. It's gonna be huge. You gotta come see us tomorrow night. I promise we'll be Vanland. Frank, come back! With all his issues, 100% sanest cat I've ever met. Okay. The head. Take it off. I have a certificate. Take it off! Here it is. My most likable song ever. Coca-Cola, lipstick ring, go dance all night, kiss me, just kiss me, Nefertiti.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异想世界，我是张凯英。法兰克号称是年度最另类的音乐电影，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乐评人林猫王为我们分享。猫王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猫王。所以猫王一定会就是同意我说音乐是人类发明最好的事物之一嘛。没错，你干嘛引用我部落格的title？是我通用，马上通用。谢谢。所以法兰克事实上在英国的音乐史上真的有这一号人物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背景？他很有趣，他的真实的原名其实叫 Chris Savey， 然后他是1955年生，所以他是在70年代的时候，他有组过一个就是后朋克乐团，然后后朋克乐团叫做 The Freshies， 就是新鲜的，新鲜的，对。但是他创造了这个 Frank Sidebottom 这个角色，然后其实是当初是为了这个 The Freshies 这个乐团。就是当作扮演他的粉丝，因为 Sidebottom 就有点类似 Sidekick 那种感觉嘛，就是在 Frank 其实是创造出来要当 The Freshies 的粉丝的，就没想到比这个Freshies 还要红，还要出名，受到欢迎，对，所以他后来就是类似就是自己就单飞出来这样子，了解。我觉得他的那个他创造那个头套啊，他其实是有点像是早期的那种贝蒂娃娃这样子，他的头套的那个特色，就是他有一个发型，然后有一个蓝色的眼睛这样子，它有点类似像早期的那个贝蒂娃娃，一开始是用纸糊的做头套这样子。然后他的演出，我想说，我先讲那个 Frank 演出的部分这样子。好好。他演出有点类似结合喜剧啊、脱口秀，然后还有类似唱歌，然后有点风格有点类似童趣的那种感觉这样子。他还发展出一个手偶，就是他会挂在自己手上，然后叫做 Little Frank。哦，这样子，是就还蛮有趣的这样子。他那时候有一个伴奏乐团叫做Old Blimey Big Band， 然后这部电影的编剧 John Ronson 其实就是这个 Old Blimey Big Band 的键盘手，然后他当时也是去替代这个乐团的原本的键盘手 Mark， 然后去当这键盘手。其实所以是跟电影的设定是一样，电影设定也是键盘手是因为原本的键盘手，不行了，所以才去找了一个替代的人手。替代，对。然后John这个编剧，他第一次看到 Frank， 也是跟电影完全一样，他也是戴着头套，然后就想说他干嘛没事，我们在彩排，他干嘛一定要戴着头套这样子？然后他叫他说 Chris， 他叫他原名，他也不理他。然后他叫他 Frank 的时候，他才理他，他才把那头套慢慢摘下来说啊，你好，你好这样子。所以他其实这个性真的是有一点点古怪。他那时候可能35岁，他其实还跟妈妈住在一起，然后个性古怪到就是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快要接近快要红了，他们那时候粉丝其实也有累积快要接近1000人这样子，但是他们在整个英国巡回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暖场表演，比如说他可以帮大团做一个暖场，那场子接近50000人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breakthrough 的 breakout 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他
却把这个场子搞砸，就是 Frank 本人，他就是唱一些很难听的翻唱歌这样子，然后故意唱得很烂，然后那个台下的观众就丢保特瓶啊，然后轰他下台这样子。嗯，那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电影的设定，他就是其实他不知道 Chris Stevens 自己本人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有精神疾病的，哦，他有这种潜在的那种想要自毁倾向，想要把整个东西搞砸。嗯，他是实在是古怪到让人家觉得实在太有趣的一个人这样子。是，那我们刚刚说其实是从编剧，就是他是他团友的视角，电影是从这样子的视角出发嘛，所以离其实这个原型的 Frank 的角色电影的改编是有一段差距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电影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？他们乐团那个 Oblimey Band， 还有后来加入团员，其实叫做 Richard Jones 这样子。嗯，然后 Richard 其实跟编剧也非常的不对盘，就跟电影里面设定是一模一样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Clara， 就是那个玩合成器那个乐手女生，嗯，就是 Maggie Gyllenhaal 演的那个 Clara，嗯，跟那个加入的那个主角 John， 其实完全也是冲突不对盘的角色。其实跟编剧本身的那真实人生故事是有点相似，嗯，然后就后来那个不对盘跟他不对盘那个 Richard Jones 变得超有名，他是辣妹合唱团的经纪人，对，然后后来也变成那个 The Pixies 小妖精的乐团的经纪人这样子。了解。然后 John 他的邻居，他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角色，那编剧，那 John 他的邻居 Manny， 他后来变成石玫瑰乐团的成员，就每一个都发迹，对，每一个都发迹了，但就只有 Frank 没有发迹。嗯，那后来 Frank 就在90年代之后就慢慢淡出这样子。他那时候还有就是做过有做过漫画，然后后来有当过记者，但其实就是没有真的就是超级红大红大紫这样子，就慢慢淡出。然后后来就没有找这个编剧继续玩乐团，那编剧就自己很识相，然后就跑去写东西啊，当记者，然后后来当那个英国卫报记者，跟Time Out 那种写东西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出了一本小说叫《超异能部队》，嗯，就是那个乔治克隆尼后来有主演，把它改拍成电影这样，所以这是等于 Frank 等于是他的第二部作品，把它拍成电影的。就是过了十年之后 ，Frank 就打电话给他，就说，他想要复出了，然后对，他就说他想要复出了，那。因为他现在是这么有名的记者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写点东西？他就说啊，好啊，他就帮他写东西。然后这时候他也同时在发跟他的好朋友另外一个编剧，这部是有两个编剧，就是他们就一起 work 这个 Frank 这个剧本。然后他就想说，如果说我把这个真实的 Frank 写出来，就完全按照事实发生的经过写出来，那真实的 Frank 会怎么样的感受？因为他写出来一定是一个，他是一个自毁前程的人，嗯，然后完全就是完蛋的人这样子，然后什么事情东西把他搞砸，他怕 Frank 看了会很伤心，你知道 ，Frank 本人看了会很伤心，所以他就决定全部把他改成是一个虚构的角色，然后只保存了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 Frank 古怪的个性，嗯，然后一个就是某部分的音乐，然后跟他的头套这样，那个造型，头套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去看。他原本的那个头套的话，其实相似度是80%-90%这样子，80%-90%，对对对，一模一样的，几乎是忠于原味。对，然后后来这个 Frank Sidebottom 就是 Chris Evie， 他得癌症，嗯，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挂掉这样子。嗯，他得的是喉咙癌这样子，嗯，就是跟他歌手的角色其实感觉就是有点讽刺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后来2010年的时候他有一个英国的有蛮有名的厂牌叫做 Cherry Red， 就帮他出一张四 CD 加 One DVD 的一个五 CD 的五 disc 的合集这样子，一 set， 嗯，一个合集，对，就是完整去呈现他的音乐。然后至于说电影跟原本他这个真实人生差距很大部分，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部，就是真的是这个 Frank Sidebottom 的故事，叫做 Being Frank。The Chris Evie Story 这样子，它是另外一部纪录片，就是完整记录这个 Frank 的故事。导演交付给这个 Steven 的任务，就是说，像是当初那 Chris Evie 做的团，就是 Freshies 的后朋克，他就选后朋克这个东西，有一点后朋克，然后再加后朋克后来发展成了 New Wave 新浪潮，然后新浪潮再跟实验摇滚、实验音乐之间做一个结合，这样。
所以他电影本身的故事，就我刚刚讲，就是他其实只保留他古怪个性、头套跟 一部分的音乐这样子。那他电影故事就是在讲这个编剧，主角也同样跟编剧是一样的名字叫 John。他讲到 John 在海边散步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想要红的一个创作人，但其实他创作的歌很难听，很奇怪这样子，不太好听。然后他在海边遇到了这个乐团，然后那乐团的键盘手要试图要自杀。因为他其实这整个乐团人其实都是有精神疾病的，他是不是要自杀？然后他就去认识经纪人，然后后来经纪人就打电话跟他讲说：“那你要不要来弹那个键盘这样子？”然后他就去弹键盘，就发现这整个乐团都奇怪的人，这样子主唱戴着头套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玩那个特雷门琴，特雷门琴就是一个小盒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一根天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？就是然后你去用手去碰。靠近它，或者它会发出嗡的那种旋律的声音。一个玩特雷门琴跟效果器的那个 Clara， 她是 Maggie Gyllenhaal 演出的，她就暴怒，然后没事就是在舞台上就生气，然后踢翻音箱要走人的那种，这样子暴怒。然后同时又扮演着保护 Frank 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其他两个人也都很奇怪，一个叫娜娜是鼓手，脸很阴沉，然后一个叫 Barack 是一个法国的贝斯，法国人贝斯手这样子，然后就整个团的人都很奇怪，然后但是因为他实在太想要红了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团实在太诡异太奇怪，然后就决定要加入这个乐团，然后就这个乐团就利用他，你知道，就他就把工作辞掉，然后利用他的钱。拿他的钱拿录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整个拿了钱，然后到那个导演爱尔兰，故乡爱尔兰的一个乡间，然后到处都是泥巴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在那边打滚啊，玩乐啊，然后做音乐，说是要录一张专辑，可是这张专辑录超久，就是录一年半，就是他们其实老实说，这整个乐团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真的。要运作的感觉，他们只是想要 enjoy 自己这么奇怪的音乐，但是这个外人企图要去让这个乐团红起来运作，然后他还偷偷拍下他们这些玩团的一些奇怪的录影画面，然后上传到 YouTube 啊，上传到 Twitter， 帮这个乐团建立一个粉丝页，有没有？是，对，然后建立完粉丝页之后，就被那个 South by Southwest 音乐季去注意到，就是，然后。就有点类似，就邀请他们去美国德州表演，从英国飞过去，然后当然跟他那个很不对盘、那个很暴怒的那个 Clara， 就会觉得说他要保护 Frank， 因为 Frank 他其实只是想要做自己的音乐，他不需要红，对。然后但是 Frank 他就是却一直都是站在那个 John 这边，就新加入的这个人这边，然后所以他们就一起去了这个音乐季，然后去到这个音乐季之后。他们却突然发现说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在意他们的音乐，他们只是觉得这些人好奇怪怪咖，就有点类似我们在看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怪人，就取笑他们，或者是纯粹很好奇心，想要看他们能出什么洋相那种感觉。所以 Frank 这时候就到了那个音乐季之后就崩溃了。所以这之后的故事我就不方便透露，因为就是有还蛮感人的部分。对，然后这其实是。在讲这整个乐团，就是有点类似在讲乐团要怎么成名，可是他们终究是没有成名，然后终究是他们是一群有精神疾病的人，然后试图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跟归属这样子。就虚构的电影的部分其实是改编很多、其实是改编超多的，超多的。那选角的部分其实也非常经典的，是由我们的万磁王演出。没错，猫王要不要帮我们讲一下？其实 Michael Fassbender 他这次的表现怎么样？这次表现真的超杰出的，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他戴了头套怎么可以表现得很杰出？其实他的肢体动作啊，然后跟一个我现在不能爆梗的一些原因，所以他在里面的演出是真的会让你觉得。会想要哭的，这是真的很精彩，非常的精彩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 Maggie Gyllenhaal， 也是我从小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。我一开始看她的原因是《怪咖情缘》这部电影。她其实在里面就是演一个怪咖的秘书，然后跟老板喜欢玩 SM 这样子，所以真的就是有点类似
古早版的葛雷，嗯、对对对，有点那样的感觉。所以他演出这个角色有点神经质，然后又很容易生气暴怒，我觉得超级适合玩自己很古怪的音乐，然后玩得很尽兴，玩得自己很开心这样子。但是外人一直想要强迫这个乐团去变成一个正常人、正常世界会喜欢的乐团。嗯，我们人其实要面对自己自我的认同，认同，对对对。我是要躲在那个面具后面呢，还是要成为我自己？回到就是猫王的专业来说，这次我们的原声带，法兰克的原声带也非常的经典。大家说它是迷幻摇滚，但是你刚刚说它其实是混合了非常多不同的曲风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我觉得它的类型还蛮有趣的。它其实那个音乐导演 Stephen Renex 他写过非常多种不同的音乐。然后他这次就是想说，因为导演交付给这个 Steven 的任务就是说，你要写的东西要像 Frank 一样怪嘛，但是他又不能太过于怪，不能太往那个实验音前卫音乐那边走，就但也不能是主流音乐，所以他就选了一个像是当初那 Chris Evie 做的团，就是 Freshies 的后朋克，他就选后朋克这个东西，有一点后朋克，然后再加后朋克后来发展成的 New Wave 新浪潮，然后新浪潮再跟实验摇滚、实验音乐之间做一个结合，这样子。比如说他电影开场的那首歌叫做《Ginger Crouton》，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 Joy Division 那样，就是阴暗那个主唱很低沉的那种嗓音，是，然后再搭配很灰暗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后朋克的感觉。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很可爱的歌，比如说刚刚我们看预告里面的，他有一首歌叫Frank's Most Likeable Song Ever， 是，就是他们为了要 for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音乐季，他们为了要写一首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歌，就说哎，那你就写一首很讨喜的歌 ，Likeable Song 这样子，他就一直在那边 Kiss Me Kiss Me， 就是在那边唱，很好笑，就是让你觉得说他还是有可爱的一面。然后包括原声带里面跟电影里面有唱的，像 Lay an Egg， 他又有点像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Of Montreal， 他也是做的有点可爱，然后古怪的东西。然后里面有一首地毯之歌也很好笑，他就是他看到他地毯有一个凸起的感觉，他就说那我来写一首翘起来地毯的歌。对，那写的还蛮有民谣味的，怪民谣味。他们那时候就参考那个一个怪民谣的才女 Joanna Newsom， 然后他们就是去写一首怪民谣的歌。然后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些像什么太空摇滚啊，或者是 New Wave 的东西，其实风格算是非常的多元，所以也不能只是把它定义成为 Lo-Fi。虽然说电影介绍文案里面有写到一个非常有名的Anti-Folk 就是反民谣的类似宗师的，就是 Daniel Johnston。 对，他 Daniel Johnston 其实也算是他们参考的一个雏形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Captain Beefheart， 就是牛肉心船长，对，他也是他们参考的雏形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Frank 叫 Frank Zappa， Frank Zappa 就是有点做爵士跟实验混合在一起的，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 Mac DeMarco， 以前的 Mac DeMarco 这样子。他们都参考这三个音乐人的雏形，然后把它加进去，所以跟原本的 Frank Sidebottom 其实是音乐是有差蛮多的这样子。是是，所以我看到介绍有说它是就是地下丝绒，就是 Velvet Underground 再加上 Lo-Fi 的材质，就是你刚刚说的 Daniel Johnston 的合奏版嘛。可是对对对，猫王什么是 Lo-Fi 啊？ Lo-Fi 就是有点类似低传真音乐，其实就像他们的行为就是很 Lo-Fi。Lo-Fi 它可以是很简单的乐器，很粗糙乐器，很最简单的录音器材，有点就是好，假设我们拿 iPhone 来录，那就是一个很 Lo-Fi 的行为，就是非常 rough 的一个东西，对，很精神。但是有的乐团它是故意要去做 Lo-Fi， 它去高档录音室，但是它录的出来的感觉是那样子的感觉，对，那个精神是很实验的这样子，对。所以就是一张的原声带里面有包含各种不同的曲风，有满足你的想象吗？有算有满足我的想象吧，因为其实他最大家容易最可以接受觉得最好听的歌叫 I Love You All， 它其实是一首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告白的歌曲，大家如果去看电影的话就是会被这不是会被这首歌弄哭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很感人啦。然后
在听这张原声带的时候，你会一边觉得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奇怪，就是快要听不下去的时候，但是会有一些会让你觉得哎、欸、好有趣哦，再听听看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你来说，因为你知道 Frank Sidebottom 他的真实的人生、然后在你看过了 Frank 的改编的电影之后，对你来说这是符合你想象的音乐电影吗？你理想中的音乐电影是什么样子？我理想中我最喜欢音乐电影其实像《甜蜜蜜》或《成名在望》那样子。然后这部音乐电影其实并不尽然是我理想音乐电影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主轴其实在讲精神病、精神疾病，有精神疾病的人如何跟这个整个世界相处，跟别人相处。它的主轴其实放在这个，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入戏，尤其是它有它的设定，其实跟我所认知的一般乐团其实是相距甚远的，就是一般乐团是不会这样运作的，有那么奇怪的团员早就不会在这个乐团，早就 kick out 了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很不符合设定，就是哎，他就算他有证件，他真的有办法带那个头出国，然后坐飞机吗？不太确定。然后还有。比如说他们去租一个专业录音室去录音，那其实所有用的器材都是很专业的器材，就是虽然他们用很奇怪的方法去录，就是可能把门那开开关关啊，然后叽叽嘎嘎的门这样子去制造一些奇怪的声音把它录下，但其实他们其他所有弹奏的乐器都是还蛮专业的，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一群真的有精神病的人有办法这么专业吗？你会有这样的怀疑。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一个美国德州那个音乐季的设定就 South by Southwest， 这个音乐季的设定，因为这个音乐季是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会，它包含音乐、电影，然后互动科技，像 Twitter 就是在那个地方红起来这样子。那这个音乐季要想要进去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？但是它的电影里面设定是设定他说他们被这音乐季相中，那我的感想是说，你在这么多全世界这么多包山包海乐团里面，你要被这样一个音乐季相中，这是非常困难。你不可能只凭着 YouTube 的几万人点阅率就会被这音乐季相中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是我在看的时候会出戏的部分，但是同时它又非常非常的感人。所以我会给他大概7到8分的评价这样子。所以说服你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？就是你说有关于友谊的部分吗？对，其实我觉得我想要推荐观众的部分是说，我觉得他真的把乐团间的友谊描述的非常深刻。因为像那个电影的编剧 John， 他是一个外来人嘛，他是在讲说这个外来人如何去干预他们原本内部乐团，他们其实这个乐团他运作的好好的，他们玩自己很古怪的音乐，然后玩得很尽兴，玩得自己很开心这样子。但是外人一直想要强迫这个乐团去变成一个正常人、正常世界会喜欢的乐团。逼迫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本自己的 true color。所以这就有点类似在讲我们自己，我们人其实要面对自己自我的认同。认同，对对对，我是想要做我原本这样子的人，我做我自己呢，还是我要去做一个别人？形象，希望你要成为的人，对对对，我是要躲在那个面具后面呢，还是要成为我自己？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点，这样子，对，会让我想要一看再看这样，对。所以就是猫王就音乐部分，你要怎么样推荐法兰克呢？真的很有趣啊！这大家不要被好像是一个音乐电影片，所以就是它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可以。不要把它归类在音乐电影这样子，就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在讲自我肯定的一个电影去看待它这样子。对。那今天非常感谢猫王帮我们介绍法兰克，谢谢猫王。谢谢。